筹五苯 pentasine 的结构如图，其为有机导电分子，由筹五苯所制成的有机光电材料，以用于可挠曲显示器，可卷曲而可方便携带。有关筹五苯的叙述，下列何者正确 ？A. 筹五苯易进行加成反应，这是错误的，因为筹五苯当中的拍键呢是属于未定律的拍键，彼此会有共振的结构，那跟苯环类似，因为共振效应的关系，所以使分子变得比较稳定，所以拍键是不容易打开进行加成反应的。B. 筹五苯属于芳香族化合物，这是正确的。C. 筹五苯是挠曲的非平面结构，这是错误的。筹五苯当中的每一个碳的混成轨域皆为 sp2， 所以碳呢是位于一个平面三角形的中央。那由此可知，筹五苯的每一个碳原子应该都是在同一个平面上，所以呢，它应该是应该是平面的结构。猪筹五苯分子中共有20个拍电子，那我们来计算一下筹五苯当中呢是具有几个拍键，总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，总共有11个拍键，故拍电子的个数呢应该是22个，所以猪呢是错的。一筹五苯的拍电子并非固定于某两个碳原子之间，这是正确的，以及它有共振的现象。